进行一个邪恶分子测验，就是每个邪恶分子嘉宾来都会经历的一个考题。你在怕吗？没在怕的。请问 Never Met 系列中没有用到哪一个 Adidas 的科技？哇，这你是？欢迎收看《邪恶分子》，今天邪恶分子大来宾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陈信伟。Hey, what's up， 陈信伟，就 Curtis Boy， what's up？ 今天请到的这个系列也是跟他也差不多一样地位，你知道这个系列吗？信伟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因为它都是历代阿迪达很经典的鞋款。这个系列其实叫做 Never Met， 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个系列好了，叫做 G A N G， Gang Gang Gang， 超 Gang， 超 Gang。为什么？因为上面就很明显嘛，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， yeah. 他都把它翻回来，然后加入新的科技在里面。我今天这个 Never Met 系列总共有七双鞋，对不对？ Yeah. 七双其实蛮多的。你自己这样看起来，刚刚这样浏览过，你觉得哪两双你最喜欢？我们数到三一起比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有一双是共同的，我们现在讲这双好。对，这双不外乎、欸、超酷的，不外乎、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老大的子民，对 ，Kobe 老大的子民，所以他的鞋款我们一定是放在心里面尊敬的。在家里这样拜拜，对，每天看他也心情好。对，真的。对，所以这双不外乎是我们第一首选。那我会选第二双选他，是因为。其实我一直都喜欢 EQT 的下的大底，不是下底，下大底，大底，对，欸、大底，大底，对。然后他这双，我觉得融合起来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讲的违和感，但是又好看。就奇怪，阿迪达很会搞这种东西，對，就是他们把两个不同年份的东西合在一起，拉出来又合在一起，这样很有味道。就奇怪怎么会这样？但是他也不算老爹，不算，当然绝对不算，这边都没有老爹鞋，应该也可以说他其实都是老爹，辈分很高啦。对，他算是老爹鞋的辈分，祖师爷级那一种。对对对。好，你刚刚选这两双鞋，对。那今天好了，那今天真的买到这双鞋了。其实这个鞋已经发售了 ，OK。嗯。如果你买到这双鞋，你最没办法忍受它发生什么事情？其实我觉得鞋子脏不脏我都无所谓。其实球鞋你只要脏物那种都是可以处理的。最害怕的是你知道可能被尖锐物品刮到皮革，或者是划到，真的是救不回来的。哎，你知道要是我怎么会怎样吗？被刮到啊，我会拿粉笔画起来，然后请警察来量。哦，命案现场，这太夸张了，故意的哦。命案现场，哎，不能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它这个底啊，其实你看这边后面，哦，这个叫。天竺系列 ，Fidio Wear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底就是这个样子，跟信伟今天早上穿的这双 Easy 500 ，Yes sir， 是一样的东西。Same same， 他换了Boost 的大底，对，80年代这三双鞋，它都是加入了 MND 的大底 ，Yes， Micro Passer， Rising Star， Boston Super， 它都加了。MND 的大底， yeah. 那你自己有没有保养的秘诀啊？有，不要跟我说拿立可白涂，不是不是，绝对不是，太 low 了。如果爱鞋人士不外乎就是你要很照顾鞋子。什么叫很照顾鞋子？就第一个是你每天你穿你我自己个人呢，我穿回去我当天一定会清洁它，因为像我住营口比较潮湿，所以我鞋子里面就会各种干燥剂。而且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干燥剂其实很好取得。你假设吃一些零食，什么日本的糖果，里面有一包，对，那都把它留下来，就把我就把鞋往鞋盒丢，是，对，它就非常有效果。而且因为我后来有发现啊 ，MND 会泛黄，原因是因为 MND 的中它其实虽然看不到，其实它里面都是它其实是会，也不是想进水，就它湿气是会容易进去的。它的毛细孔，对，它的毛细孔是容易进水进去的。我有一双，因为我那时候那个 Ultra Boost 第一代全白的，我那时候 Kanye West 穿太帅了，炸爆。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很多人有，可是我后来那双就不小心黄掉了。对，然后我也是拿去给可能洗鞋子的人帮忙补救。其实那不好救吧？救不回来，一定要。他们现在好像出一些染剂可以针对 Boost， 对，来后面才有的，后面才有。那前期我们都是用立刻白嘛，拼苦的时候，或者是拿白漆这样，没有会干掉。陈信伟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很多他自己成为鞋分子的一些过程，毕竟鞋头嘛，就是鞋子蛮多，对不对？对，蛮喜欢。你大概有几双鞋子？现在没有算过，但最高纪录应该也是一，反正我没有算过的，算不清，就是一两百有吧。哇塞，一两百双，最高纪录，但是自己放不下，哦、就是我要分散给可能爸爸那边有一些 ，OK， 然后捐出去有一些，这边需要放一些啊，捐出去有一些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最后就是进行一个邪恶分子测验了，就是每个邪恶分子的嘉宾来都会经历的一个考题， Let's、好不好？各位，没在怕吗？没在怕的，有信心？有信，应该有了、okay. ，有啦，可以啦。我们先第一题。第一题，请问现在哪一个不是艾迪达阵营的明星 ？A. Kanye West. Of course. Pharrell Williams. Of course. C. Drake. 哪 ？Drew Kendall Jenner. C. Drake. 答对。对，这个还好了。对，入门款。Drake 就是摇摆不定。Yes， 目前摇摆人中。摇摆人中。那第二题，请问现在哪个
七龙珠角色没有在阿迪达联名当中。嗯，第一个是邪恶版的普乌，普乌坏普乌。Yeah. B 是 C 鲁 ，C 是佛利萨，是坏普乌。坏普乌没有出现在联名当中。我记得没有，确定这题20分哦。好，是坏普乌吧？对，坏普乌。Yes， 吓我一跳。胖胖的普乌，对，是胖丁那个普乌，对，在联名当中。好，那接下来三题都关于这个系列了 ，Never Man 系列。OK，Never Man 系列中没有用到哪一个 Adidas 科技、yeah. ？A 是 Boost， 嗯 ，B 是 Dellinger Web，C 是 Forge Fiber。好，这题真的蛮难的，我有点算半猜半推半就。对，应该是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 Forge Fiber， 对 Forge Fiber， 嗨哟嗨哟，那 Boost 是用在哪里？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对 Boost 用在这。那 Dellinger Web 这个就 right here， 是乱猜的吗？其实我们刚有做一点功课，对，是这个地方。OK， 下列哪一双阿迪达鞋款没有出现在 Never Made 当中？第一个 ZX930，第二个 Rising Star， 然后 Here 跟 Commander，ZX930 是这双。ZX930确定？不是不是，是这双吗？对啊，是这双。喂，对 ，ZX930是这双、哦。还有一个是什么 ？Rising Star， 就是它。确定？这双都没有戏份呢。对，这双是 Boston Super， 不是，这双是 Boston Super。对，对，这两双嘛。Rising Star 嘛，对，目前都有了。目前都有了。然后再来是 Commander 系 ，Commander 没有。Commander 没有吗 ？Commander 没有。确定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猪是 Commander。哇。我记得是因为最后一个是新的鞋款，是目前前阵子我记得前阵子是 C 吧 ，Pro Dev C C T Pro Here 是比较新的鞋款，蛮新的鞋款。你要不要想一下，不用想一下，不用想。那算我本人有，那算我本人有。所以你答案是 D， 是啊 ，C 吧 ，D 是 Commander。哦，我还是考全坚持 Commander。我还是考全坚持 Commander。坚持 Commander。对，哎。不是啊，旁边应该有啦，不是啦，喂，对 ，for here，for here， 真的好不改哦，不改，恭喜答对啦 ，yes， 对嘛，哦，吓死我了，对，因为那双我本人有，都答对，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是我给他压力，他紧张，其实他刚刚很有自信，他不是这样，好啦，最后感谢陈信伟今天我们邪恶分子担任嘉宾，耶耶，最近有什么活动或者是我们最近团体，我们的团体 B O I 在11月2号会有一个演唱会，然后也是我们的告别演唱会。11月2号，好不好？支持一下我们 BOY 的告别演唱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邪恶分子下次见啦，拜拜。下次见 ，Peace out。如果需要，我保护你，当全世界；你当我的公主，我当你的全世界。